近日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北川片区，红外相机拍到两段野生大熊猫雪地活动影像。20号晚，一只野生大熊猫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里，它从容不迫踩过雪地进入丛林。21号早上，这只大熊猫又一次出现，它在雪地上看看，然后来到眼前的树干完成标地领地行为。工作人员介绍，领地标记行为。工作人员介绍，这只野生大熊猫从外貌和体型上判断已经成年。